有很多厉害的网站可以让普通人假装自己是个黑客，比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不过最厉害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卡巴斯基。为了让你购买他们的杀毒软件，卡巴斯基实验室专门做了这么一个黑科技网站，实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网络攻击互动地图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居然都在同时发生网络攻击。哦对，网站默认为英文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点击顶部切换为中国国旗。这是中国，这是欧洲，这是美国。在下方点击不同的颜色按钮，可以显示不同数据的状态。每个数据的意义可以在数据来源当中查看，更可切换平面视图和全球视角。在统计中，你可以看到详细数据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排行榜和具体情况。如果你拥有自己的网站，可以通过复制代码把这个厉害的地球实时显示在自己的网站上。对了，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周围同事们面前装酷，不要忘了在浏览器上按下 F11 全屏体验。最后，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再回复黑客网站，一起体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网站。微信搜索 TopBook， 共享1000支高效技能视频。